哥哥，爸爸不是买一个煎牛排的锅吗？我们煎牛排吃好不好？都准备吃饭了，还吃什么牛排？吃饭就不能吃牛排吗？难道你不想吃啊？我肯定也想吃啊，可是还有不怕的责任。等下爸爸都快回来了，回来就回来哟，又不是不给我们吃。哥哥，你会不会煎啊？肯定会啊，这有什么不会的？只有三片没有奶奶的哦。没关系，我和奶奶一人一半。煎这个要小火慢慢煎，你懂不懂啊？我哪里懂，这个是煎两片吗？这个锅只能煎两片，给你和弟弟两个吃了先。那好吧。妈，煮好饭没有？没有，他们两个不知道在里面煮什么东西。我看一下，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啊？爸，你回来了，我们在煎牛排吃。让我来煎吧。是妹妹想吃的。难道你不想吃啊？我也想啊。煎都还可以嘛。是啊，主要是这个锅好用。那肯定啦，这可是煎牛排专用的平底锅。准备可以吃了哇。来，小天小叶吃牛排哇，快去叫弟弟跟奶奶回来吃牛排。妹妹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哇。是什么？你妈妈准备要回来了。真的吗？那肯定是啦，我还会骗你啊？那她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五一啊，就在这两三天啦。还不开心？开心。好吃吧？来，快来，可以吃吧。快点过来，过来。弟弟。哇，特别香啊！我吃一点。拿点去给奶奶。弟弟，好吃吗？香不香？